只要我有去比赛，每一场我就是做好该做的准备，就是专心在做我该做的事情上面。对，包括平常训练，然后身体的保养恢复，然后去准备比赛这样。我觉得自己还是要一步一步来，对，不能因为打了这个亚军之后就心态有所起伏。对，我觉得还是要脚踏实地一点，脚踏实地。对，这整个礼拜真的都是第一次，包括有球迷啊，有很多的大家的支持啊。对，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体验。我应该说我打球到现在没有被这么多人加油过。对对对，所以对我来说算是很大的鼓励。